盘点从天而降的女朋友。谁呀？不是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知道就我家住哪儿啊？我送你回来过，而且你的入职报告里有你家庭地址，你以为没看过吗？啊，那个卡我已经放在你抽屉了，嗯，剩下的10000我打算明天给你寄过去的。啊，既然你来了，我给你拿去。你以为我是奔冲你要钱来的呀？我说过了，给你的就不要回来。不是，那你来干嘛的呀？你是不是因为昨天我跟我前任在车里的事儿才会这么说的？你不用跟我多说了，这个我都明白。一个合格的路人呢，该知道路过之后就不会再回头。再见。他是来找我复合的。哦。但是我拒绝了。不是，你俩昨晚都那样了，你昨天安全带解不开，他帮我解开。啊？是这样吗？其实昨天的事儿，你说的话我也考虑了一下。之前跟你在一起，确实是为了气他。但是最近发现你确实是一个不一样的人，所以说，今天我这有2张今晚电影票，要不要一起去看？不去。不是，你跟你前任在车里这种事儿，先不说我信不信你的话，他让你帮你解安全带。我就在公司，你怎么不让我下来帮你解呢？啊，我跟人前任保持距离这种事儿，是个人都该知道吧？是，他是要帮你，你不会说那你就同意啊？你不会说不用吗？他想挽回你，你俩的关系我知道还处于那个分开的阶段，但是当时我俩是情侣关系啊，他做的这种事儿你没拒绝，我拒绝了。所以，无论你怎么说，我相信都是。你心里还有他，我也知道他喜欢你，但你总不能同时跟两个人。我希望你能处理好你们的关系，之后再开始起另一段正常的关系。这个月班呢，我会上完，工作我也会好好做的。离职报告我已经交上去了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带给我的成长。再见。不是怎么？你要帮我把垃圾带去。哎，迟到了，迟到了。拿车吗？不，秦主管哈。交500块钱罚款呗。不是，秦主管，这不合理吧？别人交100，到我这怎么就500了呀？什么就不合理？你再多嘴，再顶嘴，交1000啊！我迟到了交500是吧？没有，赢了。你这个月迟到什么事？别有没发现？现在才500，这钱结一下，你是能100。哎，好的。你也迟到了。我是迟到。好，老板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我已经跟他彻底断干净了，你呢？怎么想的？我犹豫了。我行，那我现在把这事儿扔了。哎，别！你是觉得我们公司给不了你发展空间吗？还是待遇不够高啊？要不高的话，今天晚上提点。哎，不，够高了，就是我俩这关系。走了，今天晚上电影票我包了，然后你再不陪我去的话，就要说不过去了吧。哎呀，又下班嘞。晚上想吃火锅了，跟我出去吃火锅吧。啊，行，我马上下班。那怎么了，老弟？我这活还没干呢，干啥不干呢？那不送，你给他干完了啊。哎，走。哎，不是，就是我。我有约了，我下班要跟我女朋友出去约会去。这点干完哪一会儿的功夫啊？这我干完得什么时候了？我马上干完的啊，干不完明天滚蛋啊，走。你都听到了吧？听到了，看来明天公司该整顿吧。等会儿。啊，秦主管。昨儿工作做完了吗？让你做的。我昨儿主要不是我的工作呀。做呀？不是你抢不想干了啊？不想干就滚蛋啊！谁不想干了？赢总，那个小吴他昨天工作他就没做完，完了还跟对象吃饭呢。那是他工作吗？他总迟到，他还。谁一个主管叫做员工早退，这该怎么处理？你说啥呢？我听不见。而且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昨天晚上欺负我对象。你对象？我没见过你对象，我咋欺负？你说吧，怎么处理？这种事儿，处罚一下，长长记性就好了。行，那你俩明天去财务把工资结了，走人。啊？哎，我告诉你，
哎，老板过年给你发多少红包？红包？啊？老板过年给我发了1000。哎呀，好好努力，明年说不定你也有，可能比我多呢。啊。啊，好了，老板。老板，你找我有事？别的员工都领完红包了，就差你的了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这个呢，你先开着，之后不喜欢了咱们再换。不是，这太贵重了，你之前给我的钱我都不敢花，我这怎么敢呢？有啥不敢花的？你这是不是对我有点太好了呀？不是，别的员工才1000，你这样，公司其他人怎么想我呀？你不说他们不是不知道了吗？再说了，对自己男朋友好点不应该吗？你这过年在哪过？应该还是回老家过吧。你呢？我今年应该自己，因为父母都在国外，毕竟谁过年不想跟家人过？哎，要不你去我家过个年？怎么想让我见家长？不是，咱不是还没放假呢吗？我说放假就放假了，咱们先去商场，然后给叔叔阿姨挑礼物。那多不好意思啊，这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反正都要见家长了。不是，我说，我俩之间的关系好像没到见家长那一步吧？我呢就想去效率，你过来。啊？晴啊，来这干嘛？我来这上班啊。我来这一年多没见过你呢。这么巧，我才来几个月。哦，你晚上有空吗？晚上你吃个饭吧。啊，行，就这么定了。我先去开会了。啊，哎，咱俩晚上去看你想看那个《满江红》啊。行啊，不行。啊、那我晚上有约了。有约？你跟谁约呀？认识这长时间也没看你跟谁出去过呀。我跟我发小嘛，他来沈阳了。行，那我把电影票退了，那明天晚上去。好，那我先走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发小是男生女生？记得关注再走哦。